给你撞见了，哎，阿弟还要找机会被看见，她没有看到她老公穿什么颜色的衣，这昂昂哦，昂昂啊，妈咪昂昂哦，大家傍晚好。阿弟秀呢？今天哦，我们先把菜先炒起来啊，我们先炒番薯叶，烧热油。爆香姜鱼仔，然后呢我们再加入蒜泥末，翻炒均匀哦，炒香哦，爆香先，然后呢还有小辣椒。今天呢安迪叔要煮一道新菜色呢，叫妈妈炒面。这道菜是上个星期四哦我们去打包的时候呢，然后在那个 Good Coffee 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菜肴叫妈妈炒面，妈咪想你有试过华人炒的妈妈炒面，就自己买来打包来 try 回来研究那个味道。然后今天呢阿弟要在现场哦跟我们一起分享妈妈炒面。大家傍晚好，亲爱的粉丝们呢可以跟我们先打招呼哦，今天炒妈妈炒面哦，傍晚好傍晚好。这个是银河锅，哟阿哥剪头发了，我眼睛很亮哦，安哥嘎草门了，剪头发了，理发店可以开了，快点去剪剪。安哥呢，我现在剪头发，跟那理发店讲，你记得哈，帮我剪短一点，我两个月后才来找你。很省哦，妈咪，爸爸跟你一样嘞，很会省，很会精打细算，怎样去省一些几块几块钱省起来，积少成多。我们在翻炒呢，番薯叶哦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薯叶是自己种的，现在呢没有时间种了，就去买比较快哦。这个七妹的妈妈拿来的，七妹的妈妈她自己种哦，然后她拿来的从麻婆带来新鲜的番薯叶哦。我们刚才烧热油，爆香比利心送我们的姜鱼仔，加入蒜米末，再加入辣椒，然后把呢凯妈自己种的番薯叶呢我们下锅翻炒哦，然后加适量的盐还有调味料调味，因为这刚才我们有沥干哦，沥到很干，所以我们加少许的水就好了，少许啊，不要加太多。大家傍晚好，有没有喜欢吃番薯叶的粉丝们在线上，第一道菜先把它炒起来，先清炒番薯叶。我们习惯呢我们炒番薯叶呢是带辣的哦，有没有粉丝跟我们一样都喜欢番薯一点带辣辣的味道，你看那个辣椒味道呛到妈咪了，好可爱哦。好了，我们第一道菜清炒番薯叶炒好咯，然后呢今天还有煮一道菜呢，四大天王，你们看第四大天王放什么，呛呛呛呛，这个是呢银河锅，你们看到、哎、你们看到里面的那个黑色呢的网，那个 honeycomb 呢是不粘涂层哦，来自伊拉普里面呢徐志恩技术的不粘涂层，它有两年保价，陌生有十年保价，很多粉丝有 back 我说他买了那个锅，这个银河锅记得要去 register 啊，我把那个 customer 电话给你们哦，如果真的不会按没有关系呢，你可以寻找 customer service，或者是呢去看他们的那个说明要怎样去申请这个保价。我们今天的清炒番薯叶完成，谢谢凯妈自己种的菜哦，有没有自己种的菜很漂亮，上次还有粉丝问哦，有粉丝在家里有是有自己种菜吗，你看噔噔，清炒番薯叶拉哥妹呢现在呢她有做 offer Medica offer 呢到8月31号哦，所以呢大家在8月31号前呢快点去购买，因为呢它还有额外送保温瓶呢，还有额外送一些小礼物，然后一样的价格，所以呢大家抓紧把握时机会呢快点去，在我们的国庆特价里面呢，那不止买到特价哦，还有很多小礼物在线上哦，我把那个 link 呢发在置顶信息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哦。如果呢购买过后记得银河锅一定要 register warranty 啊，不要忘记啊，因为它的这个锅身呢有十年保价，不粘涂层呢有两年保价，是辣椒 fried potato leaf 凯妈种的，然后呢
台妈种了，然后七妹呢特地带出来给我们自己炒哦。饭碗好，我们现在要准备什么呢？来问阿弟休息。今天有妈妈炒面啊，妈妈炒面，妈妈炒面。妈咪，你现在煮什么？然后我们准备了这个韭菜，然后呢，准备了茄子。这个茄子呢，我们切了过后呢，然后我们浸泡在盐水哦，所以呢，那个茄子就会变黄黄了。大家可以把这个厨房小贴士呢记起来哦。Pretty, the potato leaf very yummy and fresh 哦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新鲜哎？好，我放这里啊，怕等下妈咪忘记了。会，知道啊，记得你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四大天王，还有凯妈自己种的羊角豆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菜豆哈、啊，妈咪，这是菜豆嘛？菜豆哦，凯妈种的，所以我们炒四大天王。这个是炒锅，也是银河锅来的。对，今天妈妈咪，妈妈咪啊。我们上个星期四打包吃，然后今天自己炒了。我们先烧热油呢，要过油，要炒的菜哦。四大天王，新加坡你可以在 NTUC 啊、OG、BHG 都可以找到有 offer 的。上次Megan 他在 Takashimaya 有看到有 offer， 如果呢粉丝们在新加坡有看到 Lagome 有 offer 的话，可以跟其他粉丝分享哦，所以粉丝可以抓紧呢 offer 时期的那个优惠。 Pretty, today I cook 不带 and 茄子好吃哦，下次不带，你看看到吗？锵锵，有不带。今天吃快熟面啊，是阿弟炒黄面，妈妈炒面。放这边，我是怕你忘记有没有？怕你忘记，过油先啊，我们先过油先。好，烧热油先。这个是炒锅，银河炒锅。I think Andy use yellow noodle， 对，黄面，大家了解。加油哦！妈妈都是炒黄面的啦。我那天有看到哦 ，Rini， 你的那个酱油鸡面。大家煮酱油鸡都煮到很成功哦，可以拍照给 Andy show， 不用紧， Andy 可以看到大家的成果，他也是很开心的。去想多一点那种简单啊又容易上手的菜色哦。我们先把菜那个菜豆哦，蚕豆呢先下锅过油哦，等下就很快熟了。最近是不带 offer 是吗？买的啊、安迪秀那天买很多啊，那天买150 gram 一包，6.5块还是7.5块啊？加6.5块哈，6.5块，6.2块，150 gram 6.2块，在哪里买？在货店买哦，因为有 offer 哦，安迪秀讲了贵哦。那天买10条苦瓜，还拿了一条给妹妹，妹妹讲，我妹讲我没有时间煮，然后你的安迪秀跟她讲什么吗？来，妈咪。我妹讲她没有时间煮，你跟她讲吗？片片咬来吃，直接吃生的哈。要凉。哎呀，我想妈妈讲比较凉，妹妹直接无语。妹妹每次讲不过她的妈咪的，因为她妈妈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啊。就生刺苦瓜，长豆这么有黑黑的？它的品种。它的品种哦。品种。来，你必须拿一个给我们看一下，它的品种跟平时我们的那种长豆不大一样。妈妈那边没有放来，我来。来，妈妈要，妈咪你拿一个上来好了，拿一个上来就好。啊，看到吗？它的品种呢，它是有点带黑黑的哦，不是它黑，不是它焦掉哦，是它原本的品种就是这样哦。它叫什么？蛇豆哈。是啦，它的品种不是舌头的品种，菜豆长豆，可是它的品种跟我们平时吃的全青色的菜豆有点不一样，长豆有点不一样。对，它的不一样。饭碗好，眼睛很亮哦，心仪，它这么有黑黑的。请问这炒锅多少钱？炸锅哈，这个呢，你可以直接上拉锅妹购买啊，拉锅妹嫂，她现在有做 offer。
现在都有做 offer。 然后呢你给你看哦，我们先过好油过后呢就备用了，你看到吗？它原本呢还没有煮起来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原本它的特别的品种呢就已经有一点带黑黑的哦，它是黑黑的发乌不？啊有看到吗？原本的品种是这样子的哦，它不是坏掉哦，它的品种是这样子的，对，它就是蚕豆哦，上次我们有煮过，这是凯妈自己自家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加入羊角豆，也是凯妈自己种的，然后呢过油，是过油比较容易熟吗？过油比较快熟，过油比较快熟，过油比较快熟。我要看安迪秀蒸蛋的视频，不懂哪一天啊，你要哪个蒸蛋呢？你可以 WhatsApp 师妹哦，或 Telegram 师妹一下，等下我把 Telegram 还有呢 WhatsApp 给你们啊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先把羊角豆过油，你们这样很聪明啊，看到安迪秀煮什么就是有 offer。没有啦，这个那个七妹的妈妈啦，七妹凯妈，凯妈送的哦。这个锅比较好用还是黑色的好用要看如果是新手们的话啦，我会建议呢大家购买银河锅，因为它是不粘锅，所以呢你煮起来你刚刚练习煮饭的话就很好用。然后黑色的锅呢，我们叫奶曲跟锅呢，它大火的，它就大火煮，然后比较有锅气的味道，所以呢你可能在练习厨艺呢一段时间后呢开始会抓火火候的时候呢，黑色的锅就很适合让你呢炒菜更有锅气，所以呢它的用处还有它带出来的味道有一点不一样哦。 cook faster 哈，对，等下呢你这样子先过油哦，等下炒的时候就很快了，非常的快了。放完好，放完好，我把那个拉锅妹的拉锅妹的写在线上了，然后我现在呢把 Telegram 也给你们啊， Telegram 还有 WhatsApp 也给你们。然后因为现在他们拉锅妹有做 Merdeka Sales 哦，我们讲的马来西亚国庆8月31号，所以他们的国庆优惠呢也做到8月31号。好，我现在呢把 WhatsApp 还有 Telegram 给你们啊，如果呢有 WhatsApp 的粉丝们呢，你可以如果没有收到师妹每天早上发出来的 WhatsApp 的话呢，你可以去 join Telegram 哦，因为现在呢很多粉丝跟我说Telegram 都有收到，每天早上都有看到食谱，可是 WhatsApp 有时会看不到哦，师妹也不懂为什么。Telegram 有啊， Telegram 有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把切好的茄子呢下锅，也是过油哦。妈咪，这茄子也是凯妈种啊？没有，这个买的。这个买的茄子，因为凯妈种了很多好吃的那个蔬菜哦，也是我们爱吃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把 Telegram 给你们啊。Telegram， 还有呢 ？WhatsApp， 班长来哦，班长，你这次要叫班长点人数了。班长不要叫我点，每次线上这样多粉丝，班长点人数，点到关播还没有点完。放完好。在国外买得到这个锅吗？应该买得到哦，你可能你们上网直接找拉锅面上网的，他们也国外的也是有。大家饭碗好，饭碗好，大家煮好饭了吗？如果有新粉丝们呢可以跟我们打声招呼哦，跟学长们打招呼，有任何疑问呢可以问哦，那学长们呢也是很有耐心的，每次呢一一跟我们的新粉丝们解释哦。漂亮哦，它的那个怎么样？一边看你们煮，一边吃晚餐的感觉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一色蛋有 promotion， 有 discount 和 free gift， 谢谢大家的分享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看到哪里有 offer， 可以跟其他粉丝分享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在趁在现在做 promotion 的同时呢，去拿很多，有很多优惠，同时呢还可以拿到很多 free gift。好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茄子过油咯，所以呢等下呢阿弟就说过了油的这些蔬菜呢，我们的茄子啊、羊角豆啊和这个长豆啊，它就会比较等下炒起来就比较容易哦，很快熟了。安迪啊，班长啊，都加班啊，加爸爸啊，今天很多人炒这个菜哈，因为刚好凯妈呢，她有种了这些菜呢，种了茄啊、种了那个羊角豆还有长豆给我们，然后呢，安迪叔就想到炒这道菜四大天王。炒四大天王，师妹你几岁了？师妹看起来像几岁？那天有，那天有一个粉丝讲我看起来像四十岁哦，我讲那妈咪要二十岁生我哎，惨了，师妹这样操了，看起来像四十岁。How to join Telegram？ 嗯，他的菜很漂亮哦，种到很漂亮。请问 Andy Shu， 你是不是用左手炒菜的？是啊，的确是左撇子哦，左撇子。这个辣椒啊，我下去先。左撇子哦，的确是左撇子，对。白怪，白什么叫白怪哈、啊？叫白怪，白怪。好，傍晚好，我是新朋友，傍晚好，欢迎。新粉丝们呢，来到安迪叔叔大家庭哦。如果呢，在煮饭啊，你有在学习的同时呢，有任何疑问可以问线上的学长们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烧热油，安哥呢放香，安哥呢刚才种好的蒜米末、小葱头末、辣椒末，我们先爆香哦。先爆嘛，哎呦，妈咪这辣椒，师妹秀了，辣椒。放完好，四大天王，我们先把四大天王先炒起来。Hello Hello， 是左手啊，第四是左手。哦，有粉丝第二次进来哦，谢谢大家分享。线上很多学长哦，你们可以问他，如果呢在哪一道菜哦有遇到什么问题啊，学长们都有多数都有煮过哦，所以呢他们很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爆香了，将现在爆香的蒜米末、辣椒末还有小葱头末呢，这边多少克的虾米？50克的虾米哦，比利新送的虾米，感觉油不够吗？你油不够。好，我们把50克的比利新送的虾米呢爆香哦。每次用黑色的锅是几大的？36cm。一个32，一个36啊。这个呢是28cm 的炒锅，对，安迪是左撇子，左撇子。我是问婆婆几岁啊？婆婆16岁啊。班长，但是 Angel 写班长写的。我们希望婆婆年年16岁啊。婆婆87岁了。傍晚好，我喜欢看煮菜哦。大家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看可能身边的朋友啊炒菜啊有疗愈的感觉哦。其实听到那个铁铲啊锵锵锵锵，因为回忆小时候呢，很多我们的邻居啊一到了5点多就开始备菜的那种情形就会浮现很多画面哦。好，我们呢炒香了50g 的虾米后呢，我们加1汤匙的自制辣椒酱。然后今天有粉丝发给我耶，他自制辣椒酱呢，他来炒那个茄子，他讲很好吃，大家可以尝试哦。那个自制辣椒酱的香辣虾米茄子很好吃，他今天还发了那个照片给我看。用左手的人很聪明的，巧手，是哦。二姐是左手，也是左撇子。Always cook delicious home cooked food 啊，大家加油，在家里学习煮，给家人们一起吃啊。我们加了自制辣椒酱哦，来一起复习一下哦。自制辣椒酱，255，200克的干辣椒，500克的蒜米，500克的小葱头。然后呢，把这些食材呢，我们均匀搅拌呢，用搅拌器呢，搅拌过后呢，我们跟鱼一起搅拌过后呢，就下锅炒到呢，它出油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炒这个虾米炒到它香哦。左手的人
头脑聪明，才智过人。来，有没有线上左撇子的粉丝？来，自己举手，举左，要讲举左手。线上可以举左手吗？不可以，不会举左手。哇，看到吗？很多粉丝称赞左手人很聪明哦，快自己举左手啊！一个百五克，百五克的，一百五十克的布袋，很香，那布袋很香。我也喜欢看阿姨煮菜，我也跟着煮这道菜来吃，加油加油！好酱好酱。They have a left-handed day 哦 ，Are you aware？ 有那天哦，上次有粉丝跟我讲，前几天的时候，左手天，还有左 left-handed day 的。对。Me too, me too 啊，有啊，有很多粉丝跟安迪秀一样啊，左手啊。洒、okay, 我们家少许的水。我等下把袋暖一下。嗯。妈咪，很多粉丝跟你一样是左撇子哎。来，写的熟的，等下捞一下就好了。对，等下下锅翻炒就可以。还有孙子也是用左手写字，来，妈咪左撇子，嗨。主播是教幼儿园吗？他们教我，他们教幼儿园。他有粉丝说，我适合做 DJ， 适合做。你在那边喊大大声。幼儿园老师，然后他讲我适合做什么工啊？广播，讲我适合做导游，还适合做什么？连我都以后，应该我以后应该不会是不会失业了，很多工作都可以做。那给盐下去啊！啊，我们加少许的盐调味啊。好，这个是银河果啊，你看到里面的这个呢是 honeycomb， 来自伊拉普里面水晶的技术啊，两年保价。然后果身是十年保价。好，我们加适量的盐、糖。好。臭豆有炒有炸过吗？没有哦，没有，跟他炒过啊。嗯，因为我们喜欢那个臭豆的那个原味哦，所以我们通常没有炸，通常都是炒香它。Chili sauce ingredient， 好，一起复习哦。自制辣椒酱是255，200克的干辣椒，500克的蒜泥，500克的小葱头，然后呢？我们就跟油一起搅拌均匀，过后呢下锅翻炒到它出油很香就可以了。你们可以找回之前的自制辣椒酱影片哦。我先拿。Crystal 姐没有煮，我们今天打第二针煮面吃，她讲她打第二针。Crystal 喝多一点温水，还有呢，还有盐水啊，多一点休息哦。好，我们翻炒，很香啊，因地秀的那个不带味道来了。不带的味道，胖胖胖胖。好了 ，Don't need to add water fry 啊。有少许的水，少许的水加了。好，我们加刚才过好油的长豆、羊角豆，当然呢少不了爸爸安迪叔最喜欢吃的茄子，在这边。So many left hander 哦 ，can go join left community on Facebook 呀。大家去加入了，有没有很多粉丝干爹秀 high five 都是左撇子，所以呢左撇子不孤单哦。四大天王好多虾米哦，因为他们喜欢吃。绿色是什么？我们有不带臭豆、羊角豆、长豆，还有呢干爹秀喜欢吃的茄子，一起翻炒哦。记得刚才呢茄子、羊角豆、长豆呢我们有过油了，所以呢它的那个味道呢它本身已经熟了哦，所以呢我们就下锅翻炒就好了。啊、好了，炒好了，去哪个大？我们要拿33岁哦。别拿，别去喝了。够吗？够吗？会。好了，拿这个，把这油帮你收一下，这油没有用到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啊，新菜色要来了，妈妈炒面，茄子的味道好好吃。我今天看到阿弟秀炒四大天王好美味 ，Crystal 等你休息好了才炒哦。我打针啊？他今天打第二针，大家记得呢，打了疫苗过后呢，不要操劳过度，不要运动，喝多一点温水，然后呢，喝多一点盐水，然后解热。师妹，你声音很好听，可以去做主播。没有放虾，没有放虾米，虾米，虾米，黑币，黑币，叫黑币。我现在好像练菜名讲，
福建话，因为很多福建妈妈在线上哎。师妹，有时你讲那个菜名我不懂，你讲福建话我宰。然后他留言给我讲福建话，我跳播。阿妈还没有回去，阿妈现在跟我们住。香港们喜欢吃四大天王嘛？我跟你讲，谁最喜欢？龙哥最喜欢，因为龙哥只要有虾米他都喜欢。我没有发现，来今天可以拍这个照片，很漂亮。杰亨的四大天王完成咯，龙哥你要八点半去看他哦，龙哥是八点半啊，不会颠簸，不会颠簸。虾米师妹不能吃，啊，哥哥我很少吃虾米，怕等一下吃的整身痒，然后所以我们要留着肚子吃那个妈妈炒面。今天的四大天王完成，好了，妈妈炒面来了，一起复习一下哦。四大天王，我女儿也是爱吃，家人都爱吃哦，大家加油加油，明天煮这道菜，加油！看到吗？我们的奶焗羹要搬出来了，因为这道菜哦，我们龙哥他们超爱耶，因为有虾米。龙哥他们还在运动耶，我们刚才呢烧热油哦，我们先把长豆过油，羊角豆过油，茄子过油备用哦。然后安弟叔烧热油呢，我们就把安哥中好的蒜米末、辣椒末，还有呢小葱头末爆香，加了一汤匙的自制辣椒酱炒香。然后呢我们有加50g 的比利清送的虾米一起炒香，然后再把布袋150克下锅炒香，然后呢就把过油好的茄子、羊角豆、长豆翻炒均匀哦。我们只加了适量的盐，还有冰糖调味呢，翻炒均匀就大功告成。这个是臭豆吗？对，臭豆，臭豆，对。看到黑锅要关小声了，是杰林聪明。杰林最怕就是锵锵锵锵锵锵。如果呢很怕听到那个铁铲呢碰上铁锅的声音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声音调亮调小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调热油，这个叫奶焗羹锅，奶焗羹锅，奶焗羹锅啊，来了。好美的四大天王哦，我觉得妈咪炒那个菜都很漂亮。那边有粉丝问你，安弟秀为什么你采的菜的？安弟秀呢，他先呢把这个奶皮跟过热油啊，要把油呢 要加入油呢先过热先，等一下你就很好炒了。大家好，有第一次来的粉丝们哦，来自台湾，喜欢你们的直播，欢迎新粉丝们呢来到线上哦，欢迎来到安迪秀秀大家庭。有任何疑问呢，可以问我们的学长们啊。好，我们这个锅呢，奶焗羹锅呢，你过了油过后，一定要把多余的油拿上来，不是一次过全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油过热哦。可以过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。多少的黄面呢？多少的黄面？差一点点，一 kilo。一 kilo， 差不多一 kilo 的黄面啊。我们妈妈炒面，我们妈妈炒面是带辣的。大家有没有在平时呢？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制辣椒酱哦。那个是好像没有臭豆哈，台湾没有臭豆哦。有啦。有吗？有。有没有粉丝们可以？有很多人的。粉丝们可以跟台湾朋友分享吗？台湾有没有臭豆呢？现在臭豆很多人种。炒妈妈炒黄面啊，妈妈炒面。师妹有 boyfriend 吗？谢谢你了。为什么每次每个会问我这个问题？妈妈宴这么多油吗？没有热油，我都为什么姐姐？我都为什么姐姐会问这个问题？姐姐把声音调最小声。我们先用油呢热锅先。等下就很好炒了，对，所以它这个奶焗羹锅的，它一定要用热油。我把那个豆干炸一下。好。每次讲龙哥他的视频怎样进呢？很多粉丝问，
视频怎样去。没有看到龙哥、啊。你去 call home 啊， call home， call home， call home。对，没有看到龙哥啊。哦、call home 啊，你去 call home。好。台湾人好像不会吃臭豆哈、啊，没有关系，下次台湾的朋友们来到马来西亚呢，可以尝试哦。因为臭豆呢，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食品的特色。对，台湾没有，要进口才有。台湾人会吃臭豆腐，臭豆腐是妹不大敢吃耶，我吃过一次。他们跟我讲，你不要被那个味道骗了，你吃进肚子是很好吃的。什么？臭豆腐？不是啊，臭豆腐啊，对啊，我会吐的。阿弟你很坏呀，阿弟。阿弟吃过一次，我先吃一次。我好，到最后先吃肚子来。师妹吃不惯，我怕那个味道也是，就是那种咱形容那个味道啊。它的味道我们吃不惯，安迪秀也吃不惯。安迪秀，你有多少个 grandchildren 啊？我们来算一下啊，我有一个，二姐有两个，三姐有两个，妹妹有两个，哥哥一个，哎啊大姐一个，八个，安迪有八个 grandchildren。How to plant petai 啊？他讲，哦，petai有这种啊。他讲petai是jungle wild tree 来的哦，是吗？没有，以前是森林的，现在有这种。现在有哪里都有的种啊哈。可是我看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有哦。现在种了，很快就成的。哎，就班长问，腐烂的味道吗？没有啦，它不是腐烂的味道啦。嗯。师妹漂亮啊，谢谢。嗯，像妈妈，我比较像妈妈。妈妈年轻也是美美的，漂亮的。所以阿哥追到我妹妹的女儿在台湾会吃臭豆煮辣椒，这应该是有，可能还是要进口，像粉丝讲要进口。对，我们先把豆干呢先炸起来哦。这边多少片的豆干？是三片。三片的豆干呢切成丁状哦，然后呢我们把它炸起来备用。谢谢酷板。这个虾我刚才腌米酒跟那个好，这个虾呢多少字？13字。十三字的虾呢，我们加入米酒、盐，腌制半小时后呢，加了一汤匙的玉米粉哦。等下我们搅拌均匀。来，这样。来，还有生抽，加适量的生抽，然后搅拌均匀哦。是我们安迪旭会煮，我们来啥？臭豆是热带雨林才能生长的。嗯，臭豆以前野生的，然后现在很多人种植了。哦，这种比较快生。原来有这样子分啊，师妹很现在很多这种的了。师妹只会吃臭豆，臭豆哪里来的？刚开始是森林的。哦，刚开始是生长在野生的。Pretty, I cannot tahan the smell of 臭豆腐。我也不大会吃那个臭豆腐。我们先把虾呢下锅炒香备用啊。大虾油啊，这个虾油我来先放。哦。好了，把虾炒香先。阿弟，后面哦，他讲后面，说没力几句，后面啊，后面。好呀，他讲不带巴蒂好吃香，臭豆腐好吃，但我是素的，臭豆腐又臭又香，真的很怕那个味道哎，我吃了一次我怕了，吃下去很好吃哦，以前我都不敢吃臭豆腐。炒熟它，等一下不要再炒了。杰尼芬问你哦，为什么放米酒在夹呢？比较香啊，脆香啊。嗯，我们先炒香，腌制好的虾好了。漂亮哦，那个虾，这个虾妈咪买的时候它就已经打好了。打好的，只是中间搓一下就可以了。龙哥是同事，一般人会爬上树去采臭豆。对。哦，臭豆不是矮矮的，是高高的。哎，我们要炒香香。应该没有了，我把那些你要炒的东西全部写起来。是啊，我把这米给它碎嘞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多少粒鸡蛋打成蛋液呢？你要吗？
多少粒鸡蛋呢？三粒。三粒鸡蛋打成蛋液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下锅炒蛋。今天第十五，食物都有放虾米跟虾嘞。来，等下吃什么？等下我们吃面而已，不敢吃黑，你敢加黑？有一点虾油咯，这个虾等一下好了再放的。来。啊，第十五，我跟你讲，他姐姐很聪明的，会拿面给我们先。来，来了。来喽。好，加油。好，把一公斤的黄面呢过水哦，过了水洗了过后呢沥干，然后我们下锅翻炒。妈妈炒面，对。师妹今年几岁了？师妹属绵羊，属羊。等下吃面啊！加米，那得加米。其实我在直播把那个食材用福建话讲出去，我还要讲福建话。骗人的，骗人的。那师妹是每天大概记那个名字这样子讲。黄面叫什么？黄面福建话叫什么？黄面啊？啊，不知道。你每天讲米是黄面叫什么？黄色叫米吗？米。希望是黄色啊。这个锅36cm 哦，炒面不用肉吗？不要虾。他放虾。那天安迪叔吃的。你们要放一点那个瘦肉吗？还是那个鸡胸肉？鸡胸肉。因为上次安迪秀呢，他吃的那一间哦，他是放虾的，所以他就呢吃到那个味道很好吃，他就回来自己试。醉酒虾好吃，因为我刚刚更敏感。上两天我大女儿从格兰丹买200条都带回来呀、哇，吃到爽爽。我拿100条分给亲戚朋友，100条我跟老公拔了2天。冰箱里很多臭豆哦，哇，你可以炒香辣虾米啦，可以。这个冰箱里很香哦，哇，很香哦，我跟你讲，冰箱很香哦，一定很香。好，我们翻炒均匀哦。刚才加入呢。炸好的豆干，然后下锅翻炒均匀。这个豆干有3片哦，我们切成丁状，然后先炸起来，然后再现在呢跟黄面一起炒。黄面，黄面啊，福建话不懂，必须要试一下味道，看软了吗？面软了就可以了。不用放蒜米吗？我们比较少吃，班长了解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可以自己加。以及秀米，不懂哎，我不懂叫什么面，黄面的福建话叫什么？黄面的话叫好喜欢你们那里哦，黄面没有放黄色。我们马来档有。马来档有，只是我们自己买就没有。黑色的 sauce 加什么黑色？还没有加，刚才是那个酱油，刚才是生抽，哎呀，换酱油。刚才那个虾里面有放了生抽，那继续呢，加了1汤匙的辣椒酱哦，自制辣椒酱。继续加了1汤匙的自制辣椒酱，然后翻炒，颜色很美哦，颜色很漂亮。还没有加调味料，还没有加，没有啦，只是加那个酱油跟那个辣椒就 OK 了。加生抽还有辣椒，辣哦。这个不是正宗的，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吃了改良版哦。没有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没有这么多调味料。辣哦，可以辣一点。安迪秀加2汤匙的自制辣椒酱，我们喜欢吃辣。哎，我们之前呢，以前有煮过妈妈炒面，可是，如果是跟着马来式的话呢，它的调味料放很重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改成放生抽还有辣椒。安迪秀可以教我们韩国炒年糕、越南炒板条吗？我应该不会炒了。应该不会嘞。我没有这样厉害，我没有吃过安迪秀烤越南炒板条哎。美女，我们的黄面现在很硬哦，你们的很粗还好吃哦。没有啦，你都吃。可能看地方哦，它
好，我们加适量的生抽调味。安迪秀炒黄面放夹豆腐酱很好吃。我们是呢，根据它的那个食材，然后这道菜呢，它简简单单哦，然后呢又有带出呢黄面的香，好像印度面哦。大家尝试炒哦这道菜。丽姐问我，你属羊是91年次还是03年次的？那你看到师妹就知道了。我想买变的。我们台湾人叫炒油面。好，我们加入适量的豆芽，还有韭菜，然后下锅翻炒哦，颜色很漂亮，上面有用到看起来。我们加入适量的豆芽还有韭菜哦，黄面酱和面，我就说黄面酱。要黄面啊？好。看你到了吗？快点，他们来好去吃啊！慢慢慢，才好吃。Auntie, you know how to cook 福州菜鱼条酸辣汤？爸爸忘记切那个宝骨酱。哦，少了，你们可以加鱼饼哦。爸爸忘记切鱼饼啊，爸爸忘记切，你们可以加鱼饼。忘记切鱼饼下去，那边有鱼饼。蒋师妹是79年的属羊。国七里阿妈阿伯一碗啊。阿妈只要吃面线汤。你在面？南天阿妈吃面线汤。然后阿伯呢？伯伯呢？他等下还有另外一个菜可以吃。可以换那个。鱼饼啊，我。你们可以放鱼饼哦，我们没有加。我们打包鱼放鱼饼。嗯，我没有加鱼饼。OK 了啊。正宗的，对，妈妈炒面放很多很多很多的调味料，味精。味精。不是了解，所以为什么安迪秀改良一下，改成我们家住家呢喜欢吃的口味？是91年的羊啊。黄面叫油面，油米啊，油米哈，放点番茄酱好吃哦。好了，我们炒好了哈。你要放番茄酱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先这样。来，等下把它必须调一下位置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妈妈炒面炒好了。可以放鱼饼啊。你可以加鱼饼。那天我爸爸回来有鱼饼。所以我们下次要常常给安迪秀打包一点东西吃，找一点灵感，然后呢变成住家菜给我们一起吃。美哦，它其实放那个韭菜下去颜色很漂亮哦。如果你们家里呢是虾呢，就可以一起翻炒也可以。我们通常把虾放在上面摆设。你看这个我不吃虾。好了，漂亮吗？美美的，安迪，炒黄面可以放鸡胸肉吗？可以哦。可以啊，那个妈妈蛋有放鸡胸肉。可以加香菇吗？妈妈蛋好像没有香菇。他们没有加，你们看哦。我觉得妈妈蛋有鸡胸肉。嗯，这个面炒到很美哦。可是妈妈蛋我很少没有去叫来吃。嗯，因为刚好有时叫我帮他吃两口，因为很口渴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龙哥最会叫这道菜哦。它的味很恐吓，因为它的味精的关系，是我们比较少在外面点这道菜吃。但是有吃虾，全部放下去一起炒啊。嗯。因为我们家有人不没有吃虾。我们把炒香好的虾，妈妈蛋他们会摆在上面哦。放那个调味料多一点，然后那个鸡汁吧，什么都放多多，那个美记的鸡汁吧。这个辣椒炒面，安迪秀版的妈妈炒面。没有那个虾，你放摆在上面很漂亮。这个虾是那个阿兵那边。嗯，这个是我堂哥他们自己卖的虾，一只一块，一只一块钱，蛮大只的。一只一块蛮大只。这是 Chinese 道的，安迪秀版的，安迪秀版的。等下我帮他写秀版秀式妈妈炒面。好了。
我们今天的妈妈炒面完成哦，我们撒上辣椒丝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呢撒上辣椒丝哦。OK 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妈妈炒面完成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安迪秀的妈妈炒面完成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让安迪秀呢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，拜拜，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， 拜拜。今天有好吃的四大天王，还有呢，有好吃的妈妈炒面。那个锅可以去拉锅面买哦，这支辣椒酱呢，你可以煮了过后冷却过后收雪藏它。我煮一点收在那个鞋柜里面，然后要煮哪一天去拉下来。秀版的妈妈炒面，拜拜。